小花，一个是豆豆。我喜欢太阳，也很喜欢笑，大家都说我笑起来很酷哦，哈哈。阳光下的微笑。那就不是我们家的宝宝了。请问，这是你家的宝宝吗？他有大大的硬壳吗？没有。那就不是我们家的宝宝了。你到底是谁家的宝宝啊？它有翅膀啊，那应该是从森林那边来的鸟宝宝喽。请问，这是你家的宝宝吗？它有可以飞行的翅膀吗？有哎。它的头可以这样转来转去的吗？可以。那他有没有爱心脸型？没有。那就不是我们家的宝宝了。我想他也许是隔壁家的宝宝吧。尖尖的小嘴巴，可以飞行的翅膀，可以转来转去的头，还有一样的头发，应该就是这一家了。宝宝，宝宝，爸爸，太好了，终于找到宝宝的家了。谢谢你们带宝宝回家。不客气。走吧，我们也回家吧。